观众朋友们、棋迷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朋友们好。今天带给您的是2014到2015高密棋协杯全国象棋女子甲级联赛的两盘对局。由我和张强老师一起为您做棋局讲解。首先带给大家的呢，是两位呢特级大师的这个对局。对。一位呢是来自广东的陈立群，另外一位呢执黑方的呢是来自黑龙江的王丽娜。对。应该说，本次这个比赛呢，呈现了这个三强争霸的格局。对，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北京中家队，广东碧桂园，还有黑龙江，农村新用社队。那么这个三家呢，这个水平呢，确实呢比其他队伍呢，还是要明显的高一点，要明显的呢强一些。对，得的分呢也确实呢多一些。是，那么目前呢刚下完了半截这个广东队和黑龙江队呢分列一二位。北京队在第三位，但是呢，毕竟呢，棋局呢还有，一半的棋局。好，现在呢，大家看到了就是双方以三兵中炮进三兵对平衡马进三卒的常见阵型。然后走到这儿呢，这个陈立淳呢走了一招比较新颖的，车2进4。他没有走常见的五七炮对。然后就争取用这种并不常见的棋呢来考验王丽娜，看看他怎么走。是，这个棋如果你炮花平九对车呢，当然也可以，也并不是说绝对不行那他就变车了，炮花平七。对，他有平花这么一个先手，他将来车能亮出来。但这个棋黑的也能下，就比较平稳对。那黑方呢，没有采用这种对车，他呢觉得反正这个对车将来我也能对，他飞了一个象。对。他采用象三进五，这儿红方又走了炮八平六。然后黑方走炮八进二，因为这个棋如果你马三进二呢，容易遭到红方炮六进三的这个打。对，他肯定就这么想的。对。所以他过宫炮呢是有这么一个阵型，这儿黑方走炮八进二不怕，但是这个炮在中路呢，对你中卒呢会有牵制，所以黑方这个棋呢还是容易吃亏。对。所以黑方这个炮八进二也是挺好的下法，封车。来间接红方这个车，如果你车有平八的话。他马三进二是，这儿呢，红方呢就走炮六进四，又变了一招，红方进炮呢，就本来是可以直接走炮八进四的，但是他偏偏呢绕了一个圈儿，对，这里呢也就是有他的一些文章，他怎么设计的呢？对，这个棋就是说让你多走了一炮八进二，他将来炮六平三打了兵以后，对，有这些兵三级利用的先手，接下来马三进四。这是比较遥远的，晃他一下有可能吓到的这种可能我觉得两位女子棋手见招拆招的。对。接下来呢，这个棋呢，就是黑方呢采用了这个卒一级，对，把这边兵把边车先杀出来。红方接受兵九进一，这样杀出来车进五，就是红方这个棋呢，他又突然呢这个剑锋一转，他不打兵了，对，他走炮六平七了。这个棋可能是王丽娜的提前没有想到的从这个效果来看呢，确实当前呢走炮六平七呢，会给黑方更多的压力。对，他将来车九平八，显得也比较灵活攻击黑方相对呢，不容易协调的这个友谊。对。那么黑方这个棋呢，可能最好的应手呢，应该走炮六进六。哦，这样塞进来。来个红方呢，制造先走炮六进五打一下。他就是红方要炮退一，然后再走炮六进一。晃一下是吧？不是拉住你，拉住让你这个象没有根了。你将来车一出，我不是吃你这马吗？这个棋呢，可能是在这个局面下的，对于红方来讲，是最让他这个头疼是吗？就是说的，对他最有威胁的，也不让他这个顺利发展先手的这么一种走法。那么黑方呢，当时呢，可能呢，他没有想到这种来干扰红方阵型的这种变化。而且他选择炮平一，看上去也还可以的。但是走完这招以后呢，这个棋局呢就陷入了完全的被动挨打。右边出问题了。王丽娜呢也是水平的非常这个出色的一个选手，女子顶尖的。对，曾经一度呢这个占领了这个全国这个等级分第一号，很多年，有那么三五年吧。对，自打唐丹出来嘛，就对他有点威胁了因为。他的岁数来看呢，正好比唐丹呢这个大十岁，应该说正好也是早一代棋手。那么现在来看呢，最近四五年呢，应该说这个
对，唐丹呢占据了比较大的这个优势，正是风头正劲的时候。那王琳娜作为呢这个老一代的这个啊大姐大的人物呢，还能保持到现在已经很好了啊。对，嗯，抛玉进五，打掉下进进九，嗯，这个棋呢就是对黑方呢就有一点问题了，对，右边的马有点问题了，对，你这个马呢容易受攻，你要退一捉炮呢他又可以先手打兵，对，将来这个兵三进一呢就有更多的利润，老觉得老含着不舒服，对，车八进七，马三进四，对，所以说黑方这个棋呢，王琳娜呢看到形势呢被动了，落后了，他就采取呢闲话，哎，争取来通过对子，嗯，来减轻自己的压力。陈立纯呢这个棋艺特点呢也是呢这个钻杀的能力很强，对，啊，比较灵活，这个，来自广东队的这个陈立纯特级大师呢，啊，在广东队那么好的条件里面，嗯，他呢这个最近和这个广东队的这个许国义大师呢两位呢喜结良缘啊，两个人呢都是这个棋手呢有相互促进，嗯，是，所以说呢对于他特别对于女孩来讲呢，他下棋呢又经常有这个先生呢自己的先生呢能帮着他摆摆棋，先生能摆摆棋准备准备啊，这样呢他可能呢对于棋来讲更容易的啊保持好的这种状态，对，是。那陈立纯本身下棋呢他这个力量很大啊，这个尊杀的能力很强啊，但是他之所以一直没有拿到这个全国个人赛冠军呢，他的棋呢也有一个弱点，嗯，主要有的时候呢就是由于杀的太狠了，棋就不那么稳定，但是这盘棋呢恰好他发挥了自己的特长，对，他进车一捉马，那么黑方很无奈，只能呢马三退五，对，把马退回去，嗯，你看他这个时候的他的招法哈，他就车八退一，车八进一，对，他又点了一步，嗯。啊，这个都是很必要的蹲坑过门，嗯，就他让你去蹬，让你吃他就蹬出来，他也可以，对，啊，那么黑方这个棋没办法了啊，只有退车吃，那，啊，怎么防他的平车啊？是啊，他车一退二了，这个时候红方抛弃平三打过来，然后他把象吃了。嗯，那现在黑方还是不能去把进五吃啊，他炮三平打过来，这边有攻势，黑方呢被迫呢吃了一个象，他主要是防止红方车八平的这个闷攻，对，这样红的吃了，嗯，把这个车对掉，对，就是盘面上呢是红方呢相对比刚才简化一点了，少一个象，啊，嗯，但是他呢主要兵种好，对，子的位置，啊，而且有些攻势，对，他来上马，然后他把中炮也换了，打掉，嗯，就这个棋红方的位置呢好，又多兵，不足的地方呢，就是少个象，少一个象。但是现在还无所谓吧，关系不太大，嗯。现在关系不太大。这个棋，就说如果要是黑方要是下的比较顽强的话，对，下长了的话会有弱点。不是，就是黑方要下的顽强的话呢，还有机会能够防止红方呢扩大优势。嗯，如果要是走的没有完全那么紧凑的话，啊，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啊，不走的不到位，这个棋呢就。不太好，更胆狭了，嗯，不太好喝了。所以说临场当中呢，这个对王琳娜的考验呢就很大，就这个局面下呢他就没有处理好啊，因为这个棋确实也不好处理，对，啊，那么事后呢当我看这个对局的时候呢，嗯，我觉得黑方这个棋呢只能走车，就是这个炮都不要换的，哦，留着，对，这个炮暂时车一圈不要换，对，他直接走车一圈，对，车一圈他踩了，如果你去蹬我中兵，嗯，那么黑方走炮不进三再换飞，就是等于什么呢，这儿黑方多了一个马八进七，他没法退马了是吧，这个马把它换死以后呢，哦，作为这个黑方来讲呢局面呢能得到很大的透松，对，换完死以后这兵还比较慢啊，红方这个棋呢由于你残象呢，由于你残象呢就说的你多这种兵呢很漫长，要想赢棋呢，嗯，难度很大，这是一个简化的机会。对。另外呢，这个棋，你如果走马四进六呢，嗯，那么将来黑方有车一平四的这个手段。嗯。啊。车一平四，他有捉你的这个手段，啊。嗯，对。就是这个棋，红方呢，这个马位万一呢走不好呢，将来呢也容易出容易陷在里面啊，容易出一些故障。对。啊，所以。对，车退二应该说对红方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考验。嗯啊，但实战当中呢，他没有走出来，他直接打这个棋就是等于越来越被动了。然后他车平四，这样不太好，不知道守哪了。对，因为他又要车八平六，又要马四进五。嗯，
那他走车平四，对，正好红方先走一知士，嗯，这个知士也很好，车不知道退哪了，退两步正好挨踩，对，你退两步，人家灯又先生你捉不到他，啊、他索性退掉视角，然后马四进五，红方呢这个时候又多了一个中兵，又把中兵呢，这样你再对的时候，人家不跟你对了。是啊，由于你这个车的位置不一样，你马八进七的时候呢，对，那马五退四了，红方再回来，嗯，这个棋啊，这个陈立纯呢，这个运子啊，也显示出了这个非常高超的技巧，这段做的挺好，真是挺好。看起来好像呢，黑方的军子一捉，你这个马呢，没有地方走了。这个时候红方又闪展腾挪、嗯、啊，这个象棋当中呢，好三平九，经常有这些散手战，很严厉啊。他呢就是说看着这个啊，山出水复疑无路了，突然呢突然红方呢。这个转换一下进攻的思路呢，柳暗花明了。他走炮三平九，你不能吃马，吃马他去八平六，正好是蒙攻、嗯。这个窝心马呢，正好跳不出来。对，所以一般的局面下呢，我们经常奉献那我们初学的爱好者，不会窝心马对哈。所谓马跳窝心不死发昏。对。一旦这个窝心马跳不出来呢，就容易成为对方的这个进攻的目标。哎。嗯。所以说，红方走炮三平九就很好啊，他又给这马呢开辟这个通道了。对，正好。好，我们炮三平九，象五退三。他把这底线先圆一手，这是马四进三跳。马四进三，嗯，车四退二捉。捉双的时候，他马三退五。马三退五又是好棋，嗯，叫杀。这样马七进五进。因为你这么捉没有用，他可以中兵看住了。对，那还有炮九退一都可以。嗯。马七进五走。他没办法，只有往上顶呗。红方走炮九退二。对，这样象棋进五补一个。然后象棋进五，红方。对，炮九平五，就是红方这个棋呢，实际上多了两个兵。对，啊、马五进三连上。这个棋连好像走马五进七要稍好一点，马五进三呢更容易呢遭到对方攻击，但是马五进他也怕他走车八平四，就是，然后他在车四进一嘛，他感觉应该马五进七好一点，这样呢红方就车八退一，又有点棋了。嗯，是啊。马三进四不知道往哪跳。他如果车四进一的话，他觉得马五进三，对、啊，或者说他还一种。方法打一将的并五进一、嗯，你还得再车四退一啊。对，他就保留马五进三就行了。嗯，够了。他马三进四，就是王丽娜呢也不肯示弱。嗯，一打，一走，他车八一平六一捉。对，这个棋呢，他也只能退啊，别无选择，因为马五进自己叫他，你不能马五进三，他只能马四退三。退，炮六平五。红方再把这个炮呢，搁到当中。这块顿挫顿的挺好哈、嗯。他补了一士，红方。炮六平五，他先马三进二。啊，他先马三进二。嗯。马五进三，红方呢就是等于放弃这个兵了，他就是想来攻对方象。嗯，没有，那马二进三踩了。马子进三一蹬。对，炮五进一进，他补士。补士，车六进一点。象五。主要蹬象。对对对。他把象跑了。然后红的也退了个象，走得很稳、嗯。对，其实这一段呢，应该说这个棋，总体上来看呢，黑方呢走的还是。比较还挺顽强的、嗯，就我也觉得挺好的。就是把这种但是红方走得看似很危险的这个招法呢，就是多少是挡住了红方的一些攻势。对，但是红方走得更严谨一点，这盘棋啊。嗯，那当从整体的表现来看，红方走得更好了。对，这个棋就是黑方这个痛苦在这个中马呀，他跳不动，他老调不利索，他就想急于呢把这个马走出来，他就是、嗯、足对都足了，足三进一，因为他不好动。对，车六平七平。象三进五补一个，嗯，然后他吃回来。这儿等于红方呢又把这个兵呢吃回来了。接下来呢，黑方这个棋走马三进四，对，马三进四。这招棋呢不好啊，这招棋把自己的棋又走重了。黑方这个棋应该走马三退一，争取两个马连上。哦，然后防守哈。啊，利于防守。别再往里进。马三进四呢，就是这个给红方一个明显的动作，就是红方有马三进四。嗯。这儿你如果蹬呢，他就打一将，你出将，他再打回来，这儿形成车炮兵对车马，这样他才红方多兵，而且兵种好，对，就红方可以炮退四打回来，对，就占优了。这个棋红方马三进四呢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手段，因为你出将他有车车平四，你来不及动啊。但是实战当中呢，红方呢啊也没有走马三进四，他走兵五进一，那么黑方马四圈一蹬，这样车七圈。走到这儿呢，应该说双方时间都比较紧了。肯定是，啊、到后面了。这个王丽娜呢，本来呢已经哈、啊、基本抑制住了红方这种巨大的先手呢，嗯、已经啊走得很好了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偏偏呢忙中出错。对，啊、他本来他应该呢退出去哈，走马二退想着连哈。对，嗯。然后下步棋就马五进三或马一退三，根据情况，然后再寻找什么马三退四，争取把他这个炮呢换住，或者把他赶回中路一点哈。对。
他们往往是快要熬过最艰难的时候呢，对，最容易犯这个错。好不容易马跳出来了，那么黑方呢，当时就走了一个马五进三，哎，误以为呢是好棋，是巧手。对，因为他有吃马的劫，如果你马逃呢，他可以马三四连住。正好他想换你炮了。对，还对你红方这车有点牵制哈。嗯，但实际上呢，这招棋呢是造成了这个啊速溃。对，没有看到红旗马三箭。红方最后这个入局呢走得非常精彩。对。啊，红方走马三箭。嗯。一跳。而且没办法了，这一下已经没办法了。他只好马三进四啊，嗯，来连住。对，这样一勾将。对，因为你这个棋如果走马二退一的话，对方呢马二退四一将一出将，红方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手段。车平四啊。车平四。嗯。下步棋马四退二也是杀，马四进二也是杀，因为你金将他有这么一个。将死，对，勾死、啊。这个棋是等于是变了味道的，进攻，叫铁门栓，还是铁门栓？嗯，进攻马的铁门栓。还有马四退二一将，这是卧槽杀。对，所以说这个棋黑方来不及，这子儿太偏了，护不住。他只能走马三进四了、嗯，那被红方马二退四一将，对，黑方只能将五平六。嗯，那么后来呢，红方又炮平四一将，把车撼住了。那么黑方只能车平六来垫。对，这个时候呢，痛苦。红方走兵三进一，来弃马。嗯，这个地方可能是王琳娜起先的没有看到的，对，就是说他把黑方这个车呢困死以后呢，下步就准备进车来捉死你这个车了，对，车进四，他漏这个杀手锏呢太严厉了，对，就是黑方很无奈呢，用高象呢来挡住红车，这个时候红方呢恰好他两个兵哈、啊、都够了，然后他再走冲中兵，对、啊，你看这个时候这样车这个搭配的就非常好，下步棋他。对啊、兵三进一，兵五进一都可以把你去捉死，他只能马四退五蹬了。嗯，这个时候呢，红方车七平八一吃，这样黑方士五进六一支。嗯，红方再车八进四来捉你这个车，那这个车呢没有丢，马丢了。红方可以马五退四，是保住的时候呢，红方一吃车，黑方马四进六再蹬，红方再兵三进，把这个马呢捉死了。这样黑方认输了。对，捉死马以后呢，就必然形成。炮双兵对黑方势象权，对，那么黑方看到大势已去呢，就主动这个认负了。嗯，那么这个棋呢，应该说红方布局的比较成功。对，王琳娜呢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。对，另外呢中局呢，陈立淳也发挥了这种善于这个组织进攻哈、啊嗯，这个非常严，在黑方右翼较为严谨的这个招法，特别是这个入局呢，这个算得非常的精确啊。对，最终把黑车呢这个困毙了，体现了两位特大比较高超的技艺啊。对，那好，稍后呢，我们还有呢女甲的这个精彩对决呢，再带给您。对，稍后回来。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您回来收看我们的节目。接下来带给您的是女子象甲的另一盘对决，红方由黑龙江队的赵冠芳对阵黑方的欧阳麒麟。好，这盘棋呢是赵冠芳跟欧阳麒麟两位退役大师的对决。对，赵冠芳呢，这一次呢。是商界到了黑龙江队，那么黑龙江队呢就实力大增，对啊，加上王琳娜，对，两个人比较厉害，应该说是对冠军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冲击力，对、啊、是上海队呢这个欧阳麒麟呢也是亲自呢这个披挂上阵啊，嗯，带领郑怡莹哈，对，但是好像今年发挥的不是很好哈、啊、嗯，他们还可以，他从这个乙组呢这个冲甲呢成功 啊，冲甲成功，再一次呢这个回到了这个甲组，嗯，欧阳麒麟的棋艺风格呢还是比较灵秀哈、啊、但是可能行政事务多一些，对，他这个平时摆棋要少一些，对，现在呢等于红方呢啊通过这个先指路啊对兵对卒局，嗯，转成过宫炮了、啊、又形成了这种啊过宫炮的这个阵势，嗯，这个棋黑方完全可以走车九平八啊，这个就是比较稳正的了，哎，红方只能上马，黑方在马二进一，马二进一好，因为骑兵也拱了嘛、啊、对，你挑这个马有点委屈啊，挑这个马呢也没有说的明显特别大的问题、嗯、但从长远来看这个马呢就是容易受制，对，有点委屈，那这个棋呢既然红方骑兵拱了，黑方就挑边马了、嗯、选择这个灵活的这个对策，因为对付中炮来讲呢这个边马会薄弱，比较吃亏，但是对付过宫炮这个边马呢就比较稳妥了、嗯、啊，因为你红方你再走回来，你毕竟那就浪费了，对，动作慢了一步、嗯、所以说这个布局呢等于是黑方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哈、啊、那作为黑方也没走这么正常的走，哎，他呢是选择了马进六啊，他走的比较飘逸，这个棋红方上马啊，他又走了个车九进一，对，车九进一，然后红方
车一平二一出车，黑方又补了个象。对，那么这个棋呢，就形成了这个啊过宫炮，对，先锋马，然后是左横车的这么一个基本的阵型。嗯，这个阵型来看呢，就是说双方要进入散手了。啊，也是红方阵型的比较结实一点哈。嗯，红方走比较扎实，先走车二进四，他车九平四过。对，车九平四。就这个棋呢，就等于黑方这个河斗马呢比较突出，对，但是红方暂时呢也没有明显的招呢，就他比较控制的。本来这个棋呢是有这么一个变化，是先手飞象对后手过宫炮的这个走法啊、哦，是不是？我们看的比较眼熟吧？对，这样这个阵型小走一步哈。但是现在等于是先后呢一手，等于红方多了一个先指路。嗯，那么这个棋应该说呢，红方还是有这个。啊，先轴效率就是说他继续领先吧，对，保持先手。但是这个棋到底怎么发展呢？也是呢，这个作为红方来讲呢，也不容易呢，马上就是扩大先手。嗯，正常来看，如果你兵三进一的话呢，对方有可能这车呢再灵活的啊再转回来。对，嗯，如果你接受的话，那么红方肯定是便宜。你这么一拱，这个棋红方此地就开阳了、哦、啊，他两个马也活了，将来这个炮可以再灵活的调动。黑方右边还不知道怎么动。所以说这个棋呢，他兵三进一，顾及他车四平七，红方又走炮六平四又过来了、嗯，他想形成这种的。他想对他的那个河头马、啊、是不是有点？他一个是想攻河头马，另外他避免将来防着他的车四进五。对这种来攻马，他也提前呢、这个、做个准备啊。哎，防御好了，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较为积极的调动。嗯，挺灵活的。那走到这儿呢，就是作为黑方来讲呢。比较实惠的迎着马的进棋，把这个蹬掉啊、哦，这样就直接吃了哈。蹬掉就算了。对，红的也没有。因为你毕竟红方呢，你还是多走了一步棋。当然，红方也是便宜点，他比如说可以开这个炮，对，下午把车亮出来。对，但这个棋就漫长。红方比较稳重。对，他漫长，他的黑方车四进三，他在出车、嗯，他在马二进四，嗯，那慢慢下啊。对，因为你跳正马，你也跳不上来。是。但黑方应该马六进棋蹬，但是欧阳呢，可能感觉呢，这个棋啊。这个马呢不愿意跳，他走车进三，他还想留着这河口马。哎，这步棋一走呢，就给自己呢带来了哈、啊、很被动的局面。哦，那么红方这个时候对兵了，对，这个很大啊，在视象棋当中啊，这个马腿走活很重要。嗯，你马腿走活了，而且他还是先手，正好踢着。你看我们这个点，这个马一跳上去，这又蹬车太难受了。对，所以说黑方这个棋车进三。是一个坏棋，他把他的车晃到河口了，没有车四平七了啊。但是欧阳呢也发现了哈、啊，他对他肯定不肯被踢啊。试图呢亡羊补牢，他马六进七，强行把他压住。对，那么这个棋的赵广芳呢就走得挺好啊。嗯、你看啊，赵广芳呢针对他这个马局部啊突出陷进来这个子，对，他直接就采取动作打他。好八进一。对，这个走得很好。赵广芳的这个棋风格呢、应该说的就是说他非常擅长于散手战。在女子当中呢，也是飞象的哈，也是前三五位的这个实力。是，当然赵广芳呢，他自己呢，这个，来看呢，就是说他力量比较大，中残局的功夫呢也非常过硬啊、嗯，角斗能力比较强。应该说，在女子当中呢，现在当然岁数还有综合实力、经验最好的肯定还是唐丹。对。那么其次呢，就是王琳娜、赵广芳、陈林纯，对啊，他们这个几个人的实力呢，嗯、还是比较突出的。各有所长。那么黑方接下来就是进二。来捉炮，红方再跑卷，你看他故意多走一步棋呢，让你这个车呢走进来，你这个七卒呢失去保护。没错，这马有点尴尬。而且他将来要炮八平三，这个炮又要在底线来打你啊，这是肯定不能让过。那么黑方在这儿捉了几下，他很无奈。他不能长捉。对，就捉了几下，他又打，等于黑方是两捉，红方是一打。对。那黑方又要变招。嗯。所以说黑方这个棋他很痛苦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呢，这个欧阳呢，临场想了一个，对他走一个车四平六，他希望他补士以后再走车六平七。对，实际上这个棋呢，这个赵广芳呢也没有呢，就掌握得很好，实际是补士最好的棋。那黑方只能平车，嗯，这样就换了，我们打掉啊，吃了，你只能吃。然后红方这个时候有炮三将这么一个好棋。哦，这样。这棋红方呢就是稳占优势。稳占对。他在吃炮，你看红方又多兵，位置还又好，他有车第一的先手。要车二平八，你来不及吃象。对，下步棋我有车九平八，还有象七进五。下步棋补象就稳正。这个棋红方的优势呢？刚好啊，大家稳好。一看就是黑方还没有怎么走子，这个车还很背，步数上多了好多、啊。对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棋呢，他没走出来呢，
他可能忽略了这个炮三进二。炮三进三，炮三进二。炮三进二打兵。对。但是呢，他这个优势呢，他也是不可动摇。对，因为黑方这马有点悬。他走炮四平六啊。嗯。黑方走车六，退三。对，车六。就是这个马呢，跟没办法了，他就是故意卖个破绽。对。红方这个棋呢，本来呢也可以走炮二平。简单打了。打掉。黑方只能车六平七啊，他卒七进不行。卒七进正好打象。打象一将，他车又是砍炮。嗯。他就那个。对，就是便宜了，就啊，拐吃了。对对，他这个明显便宜。对，他打一将他就吃炮啊，然后他只能车，拐吃车六平七，是不是？车六平七吃，你吃呢，他得了，红方可以车退一步。哦，这样。你在平炮的时候，他再炮六进一，这样强行得子。就生把这子。我们之所以这个剩下这十来分钟呢，讲给大家这个棋呢，就是一个他比较短小精悍。嗯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这里边有很多谋子的一些技巧。哦，对，谋子。这么一保呢，这个红方肯定是得子，啊，但是红方要有点后手，但是这个后手也不是特别可怕。慢慢能调整过来还哈。就是红方可以得子，那张广芳呢也没有急于求成，他先补了一个象。对，补了个象，象七进五。那么黑方还是有点痛苦。嗯，这样黑方只有拱了，吃了。啊，吃掉。平七象五进三。啊，接受。主要是这马还是有点痛苦。围掉。张广芳可能也是看这马不太好弄。但是呢，暂且呢，黑方呢不是特别要紧了。对。然后他补了一招象，他也比较稳。那么黑方走炮二平四，这招棋走的也挺绝的。他防止他马七进六啊，控制他马口。就是黑方这控制的，欲望跟这个手段还是挺强的，还是不错的。嗯。就是说这招棋是好棋，从局部上来看呢，对，我们大家也可以学到。至少让红旗马七进六没翘上。但是红方呢，也恰好呢有一炮八进三。因为他上不了张马了。对。这个棋，总之呢，黑方是怎么下呢？都是怎么变形一点？他这个时候可能应该走卒三进一，加卒哈，加强反击。他对卒，你吃了我的马上进一，反正放你一个兵过来，走得太生硬了。他卒五进以后呢，让红方这个炮打过来。对，这样红旗子儿开了。对，那他特别怕他炮一平三，啊，将来。对。然后他又走卒五进一，他先跳了个编码。他跳编码，他出车。对，交换了一个，让卒五进一了。这个时候呢，红方又走了一个好棋，他走了进一哈。就说，你如果拱他呢，他马就蹬出来了，他就活了。对。啊，这个棋呢，他就怕这个马呢出问题。对，整个一盘棋，红旗都是围绕这马。他炮六进一呢，去逼对。嗯。如果黑方走卒五平六，他再炮一平三，这马就出故障了。啊，你还得送卒，这样你黑方这个步数呢走得太。对，又损失又不行。速度太慢了。嗯。那这个棋呢，就是黑方呢，临场呢也看到这个棋局很。这个难受，但是他应该只能走卒，只能走这个，还算晚脚。但是卒五进一呢，他怕人家换掉以后呢，红方这个残局对，非常好下了啊。嗯，但是他只能走卒五平六，但是他马七退九了，忙中出错吧，他走了一个马七退九，对，这样呢就给红方呢一个得子的一个绝好机会。对，我们看红方怎么走啊？红方他本来是换子，他还有马九退七的机会，有打马。嗯，他先你要直接马三进二，他有马九退八了，将来，那么红方先僵了一下。走得很细啊，中将，你只能直视，走得很好。然后红方马三箭上，把你马九退七这脚呢给你封住，然后来对这个兵。那么黑方首先他要解决这个中卒，对。那么红方马七进五再把它蹬掉。我们看这个马呢，就正好没有脚了，它只有这么唯一的走马九退八。正好抛四抛五啊！大家可能有相当水平的观众一定能看出来了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这个呢，红方有一个什么样的手段呢？叫做。边打着怪，边打着怪，炮五平九，一般都是打车啊。炮五平九一走，正好又打马又打车。对，这样走到这儿呢，黑方看毫无补偿的就要损失一个马了。对，那么黑方就索性爽快的这个推平认负啊。嗯，那么这个棋呢，就是由于黑方这个马呀没有处理好，始终被对方追逐，最终是丢了啊。对，最终呢，红方取得了胜利。感谢您啊，收看今天的象棋讲解栏目啊，好，朋友们再见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